各位高价值 Gentleman X， 早安，欢迎收看今日的高价值早餐，目的就是打造出一个最有魅力、最聪明的你。今天的高价值早餐呢，我们要来看其中 GX 高价值男人讲座的一个片段，主题是女人的不安全感。相信看完这个片段，你对女人的社交看法会刮目相看。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份高价值早餐，请按个 YouTube 订阅旁边的小铃铛。如果你习惯用 FB， 请按个抢先看。不抢先看也不按小铃铛的男人，就不用按赞也不用订阅了。我要的是真正想要自我提升的男人。再次，如果你想要大大提升你的自信以及男人魅力，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GX 高价值实体讲座。女人在找认同感，跟你左边人说，女人在找认同感。女人在找认同感。你在看 IG 的照片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在滑 Facebook， 是不是你会看到各种很美的照片？会不会？会。在照片里面，他们所展现出的美，会不会让你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女人？会不会？会。所以因此你会觉得她有点可怕，她蛮 intimidating 的，对不对？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？她很没有安全感。女人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。女人从小到大都在寻找认同感。OK， 来看一下这个 Carl Jung， Carl Jung 恋父情节在里面在讨论这是什么？女儿从小到大会跟她的母亲会去争宠，争父亲的爱，所以她从小到大她要找的认同感是要来自于父亲的 father figure。 请问一下，大部分的女生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认同感吗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此她要从透过她的配偶去得到这样子的认同感。所以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她，他会想要透过男人得到这方面的认同感，没有安全感，因此他会找认同感。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秘密，女人在看镜子的时候，她一直不停地在想什么？你会觉得她在看镜子的时候，I am hot, I am sexy， 你觉得会这样说吗？不会。No， 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？哦，头发是不是要剪了？啊，鼻子好像不够挺，啊，胸部好像不够大，啊。我的屁股不够翘，哦，我的腰不够细，哦，我的腿怎么那么粗，啊，我的脚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你知道他在想这些吗？真的，真的他在想这些。你们现在觉得很惊讶，对不对？女人不是这么有自信的，你知道吗？正面在夜店很冷淡的原因，是因为她是要过滤掉，那自己也很紧张。OK， 她自己很紧张，不是只有你很紧张，你心脏一直在边跳，你过去的时候她也很紧张，她在那个环节她也很紧张。那拒绝你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四个字，浪费时间。四个字什么？浪费时间。他不想什么？浪费时间。再一次，不想什么？浪费时间。他不想浪费时间。That's the only reason。可如果你的框架比他的框架还要够稳定的话，如果你展现出你是一个 powerful 的人的话，他会想要透过你找到认同感。这带我到下一个 point， 就是这个认同感的来源从哪里来的？如果你是一个低价值男人，他会想要从你身上得到认同感吗？对，这就如同你已经是一个中阶主管了，你需要下面给你的认同吗？还是上面给你的认同比较重要？上面，当然是上面啊，完完全不一样。你的 positioning 很重要。你是一个低价值男人的话，你说你好漂亮啊，你好美啊，你觉得他会觉得哦 ，I'm flattered, thank you so much。你觉得他会这样说吗？不会。可如果你是一个 position 高的男人，你是一个 powerful 的男人，你的声音、你的肢体语言、你说话的方式、你的语气、你的 energy 展现出一个高价值男人的身份的话，他会不会想要在你身上得到认同感？会。那时候当你说嘿、hey, 我真的觉得你这个颜色真的很适合你，他会不会开心？会不会？会。很多时候不是话术的本身，而是谁在讲。OK， 那过去或许你的 positioning 非常非常低，你在一个低价值男人的状况，你想要夸奖女人，可他不会想要听，因为他不想要得到你的认同感。爸爸是一个 power， 在一个家庭里面的 dynamic 是一个有 power 的角色，还是一个弱势的角色？ power 的角色， right？ 他为什么要得到爸爸的认同？因为他是一个 power 的角色。就如同如果你不是一个 power 的角色的话，他不想要在你身上得到认同感。可是你是一个 powerful 角色，他会不会想要？会。会不会？会，绝对会想要。为什么我要你活出一个开心、开心的生活的原因就在这边？为什么我要你一个很 carefree 的那种自信？为什么我要活出你一个高价值男人的生活的原因在这边？因为你散发出的 energy 会去决定接下来对话的方式。
当你展现出高价值男人的身份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过去聊天，你感对方立刻感受到那种正面很 fun 的 energy 的时候，那种高价值 energy 的时候，他会把他的防火墙降低，然后他就觉得 you know what， 我可以投资这几分钟在你身上，我想要看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。除了这个 initial 初步的美好第一印象以外，我想要了解一下，欸，我跟你出去约会的话，你有办法延续下去吗？女人真的很没有安全感，她想要找安全感，她想要找认同感的话，绝对不是从一个很弱势的人身上就去得到，她绝对是从一个有 power 的男人。你是不是有 power 的男人？是，是不是？是。说 ，I'm powerful。I'm powerful. I'm powerful. Like for sure， 你的肢体语言一定要跟着你所说的话以及你的语气对齐，跟你左右边说对齐。对齐。所以当你说 I'm powerful 的时候，不是 I'm powerful， 不是 I'm powerful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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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，是 I'm powerful。I'm powerful。今天有没有学到东西？有。对于女人的看法是不是开始有点不一样了？有。就是目的。影片看完之后，有没有发现女人没你想象的这么恐怖啊？用健康的态度看待女人，不恐慌，不羞愧，勇敢的呈现出最有自信的自己，跨出那一步，与你喜欢的异性说话吧。因为你是 GX， 没什么好怕的。看完这支影片，请按个赞，以及在以下的留言板留我是 GX， 证明你把它吃完了。记得每个工作天的早上六点，都有一份高价值的早餐等着你，帮助你成为一个又聪明又有魅力的男人。各位高价值男人，今天上班加油了 ，Go and be somebody。